它是末代的 Lotus 的 Camaro。 Camaro 我那时候开我就哇塞越开越感动，如果真的没有这车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它的 Star 见证，它也有一个仪式感，你要启动的时候你还要先开这个红色的门，金属木瓜橘帕帕亚真的是这个名字。更多精彩内容锁定晚上10点地球黄金线。